奉学校校舍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，国立特殊教育学校筹备主任林永堂主任率领总务主任陆义生陆主任、教导主任谢德前、谢主任，第设计监造郑一良建筑师、高升营造股份公司李锦碧董事长以及各位贵宾来宾，德前程公爷天地诸神土地公地理公各路兄弟等众神级降服领受，请求慈悲保佑竣工期间工地人员